今天入手了这款杜克温湿度计，小小的体型却能精确地显示温度和湿度。温度湿度舒适的时候，这里是个笑脸；温度湿度差的时候，这里就是个苦脸。打开支架就能放在桌子上，自带无痕胶，还可以贴在墙面上。温度湿度一目了然，控制好温度才能远离感冒。20几块钱很划算。